这个织到一半的 Roving Summer Top 呢拿来下水了。那为什么我这么做呢？因为我发现我实在是无法决定现在这样子如果只有 repeat 一次，这是 size S 到底它会不会太短啊？那我不太确定说这个下水之后它到底会延伸到多长，所以我决定我就先把它拿来下水好了，让那个花样先伸展开来，然后我就可以测量到最后完成以后确切的长度。这好像是一个，这个线还连着的哦，这好像是一个很疯狂的做法，但其实并不是我发明的，因为有一些设计师他会说，如果你在编一些蕾丝花样的时候，你觉得说